坚石赏枫红，看瀑布。新竹坚石乡最近逐渐进入赏枫季节，虽然因为树坡大雨影响枫况，但在山头上依然可以发现许许多多变色的枫树，呈现出具有层次的色彩。空溪吊桥是坚石知名的赏枫景点，目前在吊桥旁不少枫树已经由绿转黄，溪流旁的色彩越来越丰富。再来到海拔更高的地带，枫叶的颜色也更加红艳，沿途山路上不时都能发现红叶踪影。教堂等景点也有枫叶相伴，临近的国小有枫树环绕，树下成为小朋友嬉戏的场所。这所学校还拥有森林教室以及饶富原住民风情的古昌。在乡内的玉峰村一带，则能发现枫树环绕的露营地，环境清新幽静。在村内还有马里光瀑布群，沿着自然步道，只要步行20分钟就能抵达这座极具气势的瀑布。坚石乡多元丰富的美景等待游客前来探访。中新闻新竹报道。